马来西亚创作才子品冠现身上海，为明年1月即将举办的演唱会宣传造势。除了一如既往的给歌迷送上暖心情歌，此次歌唱对品冠也是意义非凡，纪念出道20周年。为此，他还邀请到了老乡梁静茹担任特别来宾。老朋友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虽然就没见，但是一通电话或者是一个讯息，然后就说没问题，就来吧。我们还在协调就要唱什么歌了，就我们一直在。也丢看也还有什么可能性，对，当然我想可能大家一定还是很期待我们唱那个大家很熟悉的《明明很爱你》吧，对，我想这个一定少不了的。一通电话就能请动梁静茹出山，可见两人情谊绝不一般。而眼下两人又都已为人父母，不知梁静茹家的大眼萌仔 Anderson 和品冠家的闺女有没有亲上加亲的可能呢？他的儿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帅，对，然后我们一直都还想约，但是到约到现在都还没有，因为大家都很忙，知道吗？然后早一天吧，早一天我们大家一起聚一聚这样。娱乐梦场上海采访报道。